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签要，学习到落居士这个到田地。以这个诉讼告状的方式，或者呢，移动这个界标标示这个土地范围的这个记号移动了，侵占到别人的田地，价值超过5000，就犯了不可悔罪。上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今天接着我们继续学习下面的经文请大家看经文。若有居士应输孤税而不输，是5000者，犯不可悔。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段呢是讲漏税的，逃税。这个现在呢，这个逃税的也很多。一般商店都需要开发票的。这个发票呢，它就有税金在里面了。这个税金自古以来中国外国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抽税金这个制度。一个国家的维持呢，就是依赖人民交税金来维持的。因此呢，这个税也是每一个国家呢，政府它办事经济主要的来源就是税金。那这个税呢，当然很多种了。这里讲应输孤税应就是你应该交的应该交的，应该交呢而不交应输而不输输就是输送的意思就是你要交这个税金的应该交你不交，这样你逃漏税呢达到5000的，也犯不可悔。这是讲逃税。因此我们一般现在去买一些东西呢，都有发票那么这个发票呢，都有税金在里面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应该交的。这个税金也不能够逃税不能逃漏税，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商业的人总是想办法呢，这个逃税。那么如果合理的减税这个是无犯。过去在台湾也有政府官员呢，教我们呢你报这个所得税那么你怎么报那么这个就可以减掉一些税金那个是无犯。那么交税这桩事情呢也有很多人他交的是很不甘心的但是
如果了解佛法的人呐、啊，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财布施得财富嘛，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交税金呢，那么也是布施给国家嘛。啊，这个也是法布施。不了解佛法的人，啊，难免呢，他就会计较了，啊，总是想占便宜啊。啊，在台湾这个地区呢，啊，现在可以说住在台湾这个地区的人呢，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健康保险。那么健康保险呢，每个人他都需要交一定的费用，啊，劳资双方啊都需要交。啊，健康保险呢，就是啊，它规定的到哪个程度的疾病啊，看病呢，就是这个费用啊，由政府来支付了。啊，如果超过额外的啊，那个就需要自费。那么因此啊，有一些人呢，啊，他有一点点小病呢，他就拿这个健保卡啊，一天到晚啊去医院啊去看病。啊，健保卡呢用完了啊，盖完了再换新的。那么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大家都有健保卡。啊，我一张健保卡呢，几乎都没有用的，啊，都没有用过。啊，我记得只有一次呢，去检查牙齿用了一次啊，其他时间呢，我们都是自己处理啊，或者看看中医啊，都不用。那么我们不用呢，就是让给需要的人嘛。啊，如果自己怕吃亏呢，一天到晚呢，去医院，这个也不是好事情。啊，这个心态呢也是不对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啊，税金呢应该交的啊就交，明了这个因果。啊，你决定不吃亏，那反过来呢？你应该交的不交呢？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如果受了戒呢，你逃税达到五钱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这个劫罪呢是相当之重啊。啊，这个我们要谨慎。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富有居士至关税处，欲诸居士，汝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为此过则，为税五钱，犯不可悔。这段经文讲的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还是跟税金有关的。这个关税呢，就是现在讲的海关。啊，海关，我们到外国去啊，或者外国人到我们国内来啊，不管在机场啊，或者是这个海港港口啊，机场啊又叫空港啊，空中港口，或者陆地的关口啊，三个地方啊，这个跟外国交界的地方啊。这个都有一个互相啊，都会设一个关税处，啊，一般叫海关。那么关税呢，主要是这个进出口的物品啊，每个国家定的啊，都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你带的东西呢，超过多少，那么就必须要报税了。没有超过呢，那就不需要报。
那么有居士啊，到这个关税的地方，啊，就是海关这个地方，啊，要过这个海关。一出居士就是告诉其他的居士，啊，这个我们出国旅行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么一株居士就是告诉其他的居士啊，就是如为我过此物，以汝伴随啊，就是你帮我带这些物品啊，因为我一个人带呢啊要交税金的啊，那我们分摊两个人带呢就不用交税金了啊，那么我要把交税金呢这个钱啊就一半给你。一路半岁了就给他一半啊，比如说这个过这个海关啊，你要交100块人民币啊，你帮我带就不用交了啊，不用交呢过这个海关啊，我再拿50块给你啊，因为你帮我带就这个税金啊就一半给你。那么这个居士如果替人家持过则违税5钱就犯不可悔。这个居士如果他受了5戒了，那帮人家带的这个违反啊这个税务规定啊，逃漏达到5钱，这个税金就犯了不可悔罪。这桩事情呢啊，我们也常常听说过啊，特别过去我们常常到国外啊，这些旅行社啊、旅行团啊，以前早期呢，我们到新加坡去啊，去打活区啊，都会组团去，总是会请旅行社呢啊带团啊，帮忙安排行程。旅行社大部分在出发之前一天啊或2天啊都会开个说明会啊，那么里面有一条就是提醒大家了啊，就是过这个海关呢遇到陌生人啊，特别陌生的人啊啊，就是要托你帮他带什么东西过海关啊，就决定了不可以帮人家带。那为什么呢？啊，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过去呢，曾经听说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在机场啊，碰到陌生人呐，请他帮他。拜托呢，他带东西过海关啊，结果呢，带过去之后呢，被检查到是毒品，啊，那么这个人呢，啊，真是百口莫辩啊，无法辨别啊，那后来被抓去判刑啊，判重刑啊，真是很冤枉。因此这个旅行社呢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点。这个是啊讲到这个税务的。那么这一条我们在沙弥利仪呢也看到。啊，在沙弥利仪讲啊啊就是讲的比此地稍微详细一点啊，就是关税呢，这个税务官呢，啊，如果给他讲，比如说我们到海外去弘法啊，带的一些都是法宝，都是结缘的，并不是盈利的，去卖钱盈利的，啊，或者供养三宝、供养父母、师生的，啊，可以跟海关的官员讲，啊，他如果同意了。啊，那让我们过去啊，这个就不犯戒
我们往年啊，每一次到澳大利亚办法会啊，东西都带非常多的。每一次旅行团啊，去的都是100多人，啊，带吃的、用的啊，很多东西。那么到了澳洲的海关呢，哦，看到这么多东西啊，这些官员啊，啊，我们只要呢告诉他我们是净宗学院啊办活动的，啊，他都很高兴让我们通过了啊，不用交税金。啊，他知道我们办的这是公益事业啊，并不是盈利的，啊，这个就无犯了。这是讲，帮人家带这些物品啊，那么这样逃漏税的啊，这是一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士若世人遇到，使令失税，物质五钱，犯中可悔。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居士若世人遇到，就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啊。假若呢，这个居士呢，只是别人啊遇到，就是不同的道路，另外一个道路啊。比如说这个海关啊，它有一定的通道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他去指示别人啊，啊，告诉他呢，你从哪里走，啊，你从那个地方啊过去呢，这个海关呢检查不到，啊，那么你就可以避免啊交这些税金了，啊，这个叫若世人遇到，啊，这个遇到，啊，这个在台湾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在高速公路呢，到了收费站前面呢，啊，有一个小道，啊，车子可以溜下去的，啊，有一些人呢，他知道那边有一条路，啊，那么他就从那边溜下去了，啊，他就不用交钱了，跟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跟这个意思一样。那么如果你指示人家那个驿道啊，哎，另外一条道，你就走那边啊，就不用交钱了啊。这样啊，令失税，物质五钱，犯中可悔。啊，这个不是不可悔啊，是中罪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下面这一段啊，是讲这个开言了。若税处有贼，即二兽。或饥饿，故事易道，令免失害不犯。这段是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只是别人一条易道啊，就是不同的道路，这个是不犯戒啊，就是这个海关这个地方啊，这个关口这条道路啊，通关这个地方呢，被贼占据了。啊，被盗贼所占了，啊，那么或者呢有恶兽，啊，刚好海关那个地方呢，啊，有一只老虎站在那里，啊，那你一过去呢就被当午餐了，啊，或者呢饥饿，啊，饥饿就是那边闹饥荒，这个就是讲。刚好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有灾难，有危险，那么你指示别人呢，你就不要走这一条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得已的啊，不是故意啊要去逃税的，那现在就不能过啊，你一过马上就生命危险啊，指示他另外一条道路啊，令免失害不犯啊，就让他避免啊。受到这个伤害，那么这个是不犯戒的，这样是没有犯。
那么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这个戒律它有开车吃饭，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要详细啊去分辨，啊，所以邪戒呢，这个戒相啊，要了解到很详细，啊，我们持这个戒呢，才不会有障碍。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啊，弘一大师的补啊，这个补就是把这上面讲的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做个补充解释啊，这个在千要里面呢啊没有注出来啊，弘一大师有补啊补注。此节属关税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啊，它是属于。关税处，海关这个处所，文多啊，拖劣啊，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呢是脱落了啊，变成很简略，所以弘一大师在引用这个大律啊，就是比丘律啊，四分律来。补充说明：若顾客与过事物，以过者是税物，值5钱，犯不可悔。因随教盗者，亦同犯故。啊，这是讲若顾客与过事物，以过者呢？啊，就是顾客啊，就是。这个要交税金呢、啊，这个客人啊，他讲啊，请这个居士呢，帮他带这个物品带过去，已过则就是帮他带过去了啊。那么带过去呢，这个税务就是他税金呢要交的这个价值啊，达到5钱就犯了不可悔了。若顾客到官罗与过事物，税值当一半，以过者一耳。啊，若银税值尽以鲁一耳。啊，这个是讲这个到这个关卡啊，就是告诉这个居士啊，你帮我把这些物品带过去，这个税金呐、啊。啊，原来要交的税金呢，就给你一半。啊，那么这样帮忙带过去呢，啊，这个也是达到5钱就犯不可悔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啊，这个税金呢、啊，全部都给你。啊，等于呢是他这个税金呢不交给国家呢，就交给你，你帮我带过去这些，哦，税金就给你。啊，这个也是同样的啊，5钱就犯不可悔。又云：若顾客到关，是易盗令过，断关税物，是税物值5钱，犯不可悔。若顾客未到关，是易盗令过，断关税物，是税物值5钱，犯终可悔。啊，这个又引呢、啊，又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啊。若顾客到关，是易盗令过，断关税物，是税物值5钱，犯不可悔。那么这个就是补充这一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呢就没有讲得这么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就是使令失税，物值5钱，犯终可悔。那么，弘一大师引用这个大律啊，来讲呢，啊，他是讲顾客到关呐、啊，是易盗令过，断关税物，是税物值5钱，是犯不可悔罪。啊，这个顾客呢，就是这个要过关这个客人呐、啊，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啊，那么到了关口呢，他在前面给他
拦下来啊，给他讲啊，你从另外哪一条道啊过去，就不用交税金了。啊，就是这个顾客他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这样呢，你逃税呢，职务权还是换不可回，啊，这是根据四分例来讲的。若顾客未到关，啊，未到关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这个关口，啊，距离这个关口还有一段距离，啊，还有一段距离。啊，那么这个居士去告诉这个客人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驿道啊，你走哪一条道啊，这样啊逃漏这个关税，税务职务权是犯中可悔。所以这一段补充说明呢啊，就是补充说明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就是居士若是人驿道使令失税，物质五权犯中可悔，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道不交税金呢，那么价值达到五权呢是犯了中可悔。那么大力呢，他讲的是顾客呢，他还没有到关口，你就告诉他走哪一条路，啊，这样逃漏关税达五权是中可悔。啊，如果他已经到了这个关口了，啊，这个时候告诉他呢，走另外一条驿道，啊，这样逃漏税金达到五权呢，也是犯不可悔。啊，这是弘一大师啊，根据这个大力啊，在补充说明这段经文啊。好，接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又有居士与贼共谋，破诸村落，得物共分，职务权者犯不可悔。啊，在这个签没有注解啊，这个补给我们讲的，此节属共齐处。啊，共齐呀，啊，就是共同约定一个时期，啊，在哪一个处所。啊，我们现在呢讲的就是事先预谋，事先预谋啊，在哪个地方作案的，啊，这个叫共齐处。啊，这是讲又有居士与贼共谋啊，这个跟这个盗贼呢共同啊谋划破诸村落。啊，破呢就是去攻破一个村庄，一个聚落。啊，就是去偷盗，那么得到的这个物品啊，共分，啊，分赃啊，啊，分这个赃物，啊，价值五钱呢，犯不可悔。啊，这是讲共齐处，啊，跟盗贼合作，啊，到一个村落，啊，那么去偷盗的。那么现在呢，没有村落啊，这个城市啊，这些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一个社区啊，一个住宅区啊，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古时候呢，人口少，住的地方啊比较疏散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啊。如果现在呢，在城市来讲啊，这算是一个啊社区。我们在新闻报道啊，也常常听到了啊。有一些社区呢，啊，被偷了，被盗了，啊，在以前呢，啊，这个，啊，台湾早期呢，我父亲也做过建筑事业，啊，有一些工地呀，啊，常常有人去抢，去偷，啊，偷呢就是偷那个钢筋，啊，三更半夜呢，他就开个吊车去了，啊，吊走了，啊，那么有的拿刀拿枪呢去抢，啊，这个都属于这一类的，啊，
共其处。啊，如果受了五戒的机事呢，跟这些盗贼呢互相合作啊，那么去偷去抢，啊，达到五权就换不可悔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道无主众生者，直从啊，这个谦有注解，因直水从也，啊，这是一种水从，与陀罗从等谦。未见翻译啊，这个陀罗虫是印度话。这个谦给我们讲，没看到翻译啊。人取举着气中，居士从气中取则，患不可悔，选择如上啊。这个补里面给我们讲，此节属无足处。啊，这个无足处呢，就是无足众生，没有脚的，啊，没有脚的众生。文言直从于陀罗从等，大力作自从千陀罗从啊，这是补释啊，给我们补充的啊。这个直从呢，啊，形状呢类似蚯蚓，啊，能够刺入人畜肌肤当中，吸人的血液，但是这种虫可以做药。选择如上啊，这个选择如上呢，就是如前文之分别啊，就如同前面的经文所讲的，离处为不可悔，未离处为可悔。离处就是说，你把那个东西呢，拿离开呢，它原来放的地方了。啊，把它移动了，这个移动就叫离处。啊，未离处呢，啊，就是哪里，但是没有移动，啊，有这个道心呐，啊，是动了一下，啊，没有离，没有把那个东西移动，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如果离处就不可悔了。啊，这是。有人呢抓这个虫啊，放在他那个器具里面，啊，他那个虫啊，抓着放在器具里，啊，人取举着器中，那么居士呢，从这个器当中呢，去把它取出来，这样就换不可悔了啊。啊，这个虫啊是可以做药的啊，就是。去偷他那个虫，啊，这个虫啊，别人呢，他抓的，啊，他抓的呢，放在他的器当中，啊，他这个放在啊水桶啦，啊，或者他的脸盆啦，啊，或者他装的这个器具当中，啊，这个居士呢，啊，从他那个器具把它拿出来，啊，把它拿过来，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里面呢，啊，当然还有一些开遮持犯的啊。这个一般的居士如果以道心啊去道这个无足众生啊，我们这个经文啊，关键的一个字就是道啊，你是要偷道啊，道心的啊，你要那个虫那。这个方面呢，肯定他不是去放生的啊，啊，如果放生的呢，可能佛就会说另当别论啊，他这个可能另有用途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道二足三足众生者，人及儿燕鹦鹉鸟等，是诸鸟在龙凡中。若道心取则，患不可悔，于如上说。这个是前面呢一段一节经文是讲这个道无足众生，就是那个众生呢没脚的啊，就是虫类的爬虫，它没有脚的。
那么这里这个道的是有脚的啊，二足三足众生，就是两只脚的、三只脚的啊。这个补释里面呢、啊，给我们讲，此节属二足处啊，这一节经文呢属于二足处啊。前面呢一节经文是无足处啊，这个二足就是两只脚以上的。那么三足我们就很少见的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注解呢也有引用啊，我们历史上记载啊，这个三足的众生就比较少见啊，三足众生颇为罕见。在历史记载呢，大鱼富鲧治水无功啊，这个大禹治水啊，在我们中国历史是很有名的啊。那么他的父亲呢，鲧啊，就是治水呢，就是没效果啊。舜即之于禹山啊，就是被这个舜帝呢诛杀了啊，杀死在禹山。那么他被杀死之后，精魂入禹渊，化为黄乃啊，他的精魂呢、啊、就入到这个禹渊啊。啊，这个渊就是一个水的地方，那么化为黄乃，啊，这个黄乃就是三足鳖，啊，就是有三只脚，或偶尔可见突变之动物，如三足鸭等，较为珍贵。啊，这个三足鸭呢，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看过，或者大家在网络上啊有这个资料啊，或许可以看到啊，或者看看动物奇观啊，啊，是不是有这个三足鸭啊？根据我过去看的啊，在记忆当中啊，好像没看过啊。那么历史上有这些记载，有这些记载呢，可能。以前有，现在看不到，因为现在呢，我们地球上的确有很多这个稀有的珍禽异兽啊，都绝迹了啊。现在呢，这个有很多保育的野生动物呢，因为受到地球暖化的影响，也都不能生存了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在过去有啊，现在呢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是到二足三足众生啊，这个二足呢就包括人在里面啊，人及鹅啊，因为人呢也是二足啊，人也是两只脚啊，啊，那么鹅也是两只脚，燕、鹦鹉、鸟啊，大部分看的我们都是看到两只脚。四诸鸟啊，在龙凡中啊，这个四诸鸟啊，这个鸟啊被关在这个鸟笼当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啊。我们关键呢、啊，就是在道心取则啊，是有偷盗这个动机了，要去偷那个鸟。那么这样啊，把这个鸟笼里面那个鸟呢，啊，偷过来，啊，那是偷盗心，就犯了不可悔。鱼如上说啊，鱼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呢、啊、经文所讲的，啊，以此类推。那么下面讲道人了、啊，啊，道人有二种。一则单去，二则共齐。若居士以道心单人着绢上，人两足离地，犯不可悔；若共齐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一皆如上说。这个是
偷盗人的，啊，这个盗人就是抢人呐，啊，抢人，啊，那么有两种方式，一则呢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背的，用挑的，啊，如果盗人呢，这个用单的。啊，放在笼子里面用单子挑的，啊，像我们现在在天目山呐，有背山啊，那个挑的，啊，这个若居士以道心呢，单人着肩上啊，这个人呢两足离地，这个人呢他两只脚离开这个地面，那这样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是这个单去啊，这种啊，若共骑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宜皆如上说。啊，我们这里这个弘一大师也有补释啊，我们看这个补释，人两足离地，大力作过二左。啊，这个着呢，就是在高远的地方行走啊。同文云二双步，啊，二双步，立藏本及一切经音译皆作二手步，大力作二着啊，在四分力呢，是叫做二着。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经本里面呢，以及一切经典里面呢，它那个音译。啊，那么都称为二手部。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也特别把这个注解啊，他二着呢，他是指老年人走两步路。啊，这个老年人他走的这个步伐不会太快，也不会太大。啊，就老年人走一步大概约三四寸。啊，就是那走两步呢，还不到一尺。这个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过这个两双步啊，过这个两步啊，就犯不可悔啊！宜皆如上说，这个道人呢是这两种方法啊，这个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明抢的啊。我们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古代这个古装戏啊，啊，这个抢劫民间妇女，啊，用抓的，用背的，啊，用武力呢绑这个小孩子，啊，把他抓走了，啊，光天化日啊，啊，抢劫这个良家妇女啊，啊，把用轿子把他抬走了啊，或者，用。这个马匹啊，把他抓走了，啊，这个是单去这一种方式，啊，第二个共骑，啊，共骑呢，这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绑架这一类的，啊，他这个如果要绑架一个小孩子啊，啊，这个就骗这个小孩子了。说你父亲呢、啊，在某某地方出事情了，啊，你赶快上我的车子，啊，我带你去。啊，这个小孩子呢，啊，不知道他是在骗他的，啊，就相信他了，就随他上去了。啊，上了这个车呢，啊，移动两步就犯不可悔了，啊，这个轮胎呢，大概动一下就不止两步了，啊，不晓得几十步了。啊，这一类呢，这个共骑呢，就属于像现在绑架这一类的，啊，现在这个绑票的也是很多的，啊，常常听说的，啊，在台湾也是常常有听到这个绑架这个案件，所以现在呢，很多做父母的啊，都要送小孩子到学校啊，小孩子
放学回家呢，又要到学校门口去接他回家，啊，就是呢，怕这个小孩呢被绑架了，啊，绑架呢，这个要价多少钱？啊，如果不给钱呢，那就要他的命，啊，像这一类呢，就属于共乞啊，共乞。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到二族三族众生啊，人以及鹅燕鹦鹉鸟啊这一类的啊，二族跟三族啊，所以这个二族就包括人在里面了啊，两只脚跟三只脚的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是讲四只脚的了啊，请看经文。道四足者，象马牛羊也。人以神系着一处，以道心牵将过四双步，患不可毁。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在补啊，讲此节属四足处，并多足处。啊，因为下面经文呢、啊、又讲到多足啊，超过四只脚的。这个盗四足啊，就是去偷盗啊，这个大象、马匹，这个在古时候就比较多啊，现在可能比较少。啊，古时候呢，听说有专门在盗马的，啊，就是专偷人家的马匹的。啊，还有盗人家的牛，啊，把别人的牛呢就牵走了，啊，牛羊啊都牵走了，啊，就是人呢用绳子把它系着一处，啊，这个动物呢大部分都是有绳子拴着啊，特别是牛、马，啊，都是有绳子拴着啊，那么。主人呢把它拴在一个地方。啊，如果鸡翅以道心呢把它牵走了，啊，把那个绳子牵走了，啊，比如说一只牛呢把它牵走了，过了四双步，啊，就是四步就换了不可毁。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在一处卧，以道心驱起过四双步，易患不可毁。啊，这个是讲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落在一处卧，卧就是他在那边躺着休息。啊，那么以偷盗心呢把它叫起来，啊，以盗心驱起把它赶起来，啊，驱起就是把它赶起来。啊，赶起来呢，这个四足的动物呢如果走过四双步，啊，就换不可毁了。他这个脚走了四步，啊，四双步，啊，换不可毁。多足一同啊，就是多脚的也是一样。若在墙壁篱帐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换不可毁。于如上说。若在外放之，居士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年去时，我当盗取，花念之机，万终可毁。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万不可毁。这是讲啊，若在墙壁篱帐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患不可毁。于如上说，啊，在墙壁篱帐，这个牛马啊，特别是羊啊，我们去看过人家养那个羊的啊，啊，他有一个羊寮啊，就是养了很多羊。那么羊就是它是一个羊群了、
啊，你人饲养的或者是在外面，这个讲离藏内呢，大部分是人家饲养的，啊，跟我们看外面那个野生的，啊，是不一样的，啊，野生的它不会有墙壁啦、离藏这一类的障碍物，啊，这里讲这个墙壁离藏呢，一定是有人饲养的，那么把这些动物呢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居士如果以道心驱除，道心就是起了偷盗这个心了，啊，要盗这些牛羊，啊，把它驱赶，过群四双步，啊，他被赶的这个牛羊啊，他在这个牛群或者羊群、马群这个当中呢，走过四双步，这样就唤不可。鱼与如上说啊，那么鱼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若在外放之，啊，这个是居士呢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道起，花念之机犯中可悔。啊，这是主人呐、啊、牧牛牧羊的人呢，把这些牛羊马啦。啊，或者象啊，啊，他把它放到外面啊，没有关在里面，啊，放到外面让它吃草。啊，这个居士呢，如果以道心动了这个念头了，啊，若放牧人入林去时，等到呢这个放牧的人呐、啊，他走到那个森林里面去的时候呢，啊，他不在的时候呢，那我当道起。啊，我准备在这个时候呢下手来偷这个牛羊。花念之机犯中可悔，花念就是动了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动机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去行动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不对了啊，这是可以忏悔。在这个时候呢，所犯的是中可悔罪，中罪可悔。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犯不可悔。那如果你偷盗了这些动物啊，啊，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偷过来呢，把它杀了，啊，那么自然呢、啊，这个就。同杀罪啊，跟前面这个杀生这一条戒啊，以那个罪呢相同的啊，以那个结罪是相同的。那么杀鱼取五钱肉啊，这个杀了之后呢，他拿这个肉去卖钱啊，这个钱卖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啊，这是讲这个盗戒啊，啊，这个五钱呐、啊，实在是不多啊，就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啊，特别难持啊。我们看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他有一个注解啊，一般发心遇到。本为小可悔，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一则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而沙漠地区是游牧民族，其一切生活、衣食住行皆仰赖牛羊，若不严加禁止，则盗牛羊之事层出不穷。世尊本行其无形之子，故加重其险。二则中智，或为小智之物。那么这一段注解啊，是给我们说明呢，这段经文讲的是犯中罪可悔啊，一般发心遇到
啊，遇到就是发这个心要去偷盗，啊，但是还没有实际上去盗啊，这本来是小可悔，是小罪可悔，没那么重啊，没有达到终罪。此处言终可悔者有二因啊，这个地方呢讲终罪可悔有两个原因了一则呢，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啊，就是佛陀当年呐、啊，出生在印度，啊，弘法的地区，当然啊，印度这个地区是为主要的，啊，当然制定一些戒律呢，也是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啊，当时的风俗民情啊，有相关的。那么沙漠地区呢？都是游牧民族啊，他生活上呢，衣食住行呢，的确都仰赖这个牛羊，啊，像我们中国这个蒙古啦、西藏啦，这个新疆一带的，啊，大部分呢都仰赖这个牛羊啊，所以这条戒呢就定得比较重一点，定到终罪，啊，应该原来是小罪啊。那么定严格一点呢，就是防止的，这个盗牛羊的事情啊，常常发生。如果不定重一点呢，这个事情就常常会发生。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那可能呢，这个是古时候呢，这个经文啊抄写翻译呢会有误写，所以他这里讲啊，终字。或为小字之物，可能呢，这个中跟小啊，这个有时候也会写错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经本啊，古人他的原则是不随便去给他改动的那么在旁边做注解解释呢，这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这样读起来，这个意思呢才相应。那可能啊，这个字呢是一个错字，是一个错字，但是没有改它的原文，在旁边做注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遵守的一个原则那此地呢，广化老法师呢也是给我们提出来因为这个经，传的年代久了古时候呢都是用手抄的，难免呐。有抄漏掉的，字抄错了，或者他得到那个原本呢已经不完整了，这样再抄下来，难免啊有遗漏，有一些错误。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下面呢还有一大段经文。这个道界呢，还有一大段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